感动，我竟然还有三万分。靠，好感动，是在考试，好感动。你这样就觉得我在考试，那我正在考试前，你可能扛不住。我玻璃心，你玻璃人。我你老玻璃。你刮了就几关几关。打一支安心的路。九鼠，懂。哎咻！阿明。Thank you. 小安。Thank you very very much. Very very much. 四只好，四只。什么四只也？还有四只。知之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还有是知也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还有四只也。很顺。叽叽叽叽叽叽叽。敢不要立啦！哦，立了我又不敢玩了。我立直之后到现在还没舞过。哦，那你立，那你稍微轻微一点。没事，那你立，没事。啊？什么？我打防一发的话，打白皮。真的有办法防吗？我不知道。千防万防加贼难防，干不行耶！我觉得这好呛哦，我会不会放啊？我全下车，要啦要啦，雷梦应该不会这样子吧？来，哪样？我想知道你的分析。太长了。你玩过星海吗？刚才那个音效你听得出来，我是在模仿星海人类的。该怎么办？雷梦不会打二饼听一四饼吧？所以我在你眼中不是这种人，难过。雷梦不是这种人，不是。雷梦不可能这样子的。有机会就好想表他一把。啊！他又不会，然后道歉。不要这样啦，雷梦，不要这样啦。大家好说话，有话好说，坐下来慢慢聊啊。就。不要了。二比。阿赫，别死，拜托，老古曼，哦，你这样不认真冲牌，看什么六万不冲吗？待会儿跟他自摸，妈逼六万不冲吗？再认真一点啊！搞不行，不行不行，懂懂，是不是想要他下去陪你？不行，一把的距离，白痴哦，他下去陪我没那么大吧？啊！我下去什么意思？我下去陪你。你跟他才差九千四哎。啊！你要一次胡乱满贯以上。不用吧，九千四才会下来啊。五个七千多，距离。哎呀，你要胡乱满贯。无言，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，我都听不懂，到底在说啥、啊？我什么？我下去，我不能再是好好的吗？我三万零四百好好的不行吗？一定要我上上下下，对对对，这么想要我波动。不适合你。等等，我就波动拳给你波动拳。Hadouken，Hadouken，耶！好痛拳。Hadouken。那你没货了。耶！九万，破百金。没货。盲冲啊！拜托盖伦，靠你了。积分最高哎、欸！看我牌又长超像的，好烦哦、啊！大胆预测，雷梦听宝牌，什么人？宝
牌，还以为抽到颜色。看你摸到底听哪张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帮我开个投票，大家投票。帮我开个投票，大家投票。雷梦听哪张？点子兵兵点到谁就打。他说他不稀罕老牌。什么？他说他不稀罕老牌。他听哪支啊？可恶！你说点哪支？他到底听哪支？我没东西打了，我只能打这个了。我才不是那种，我才不是那种会单挑东风的人。Yes，Yes，Yes。单挑东风的人。Yes。这个怎么那么耳熟啊？Yes。Yes。我不管社会舆论怎么说我，我操 ，Long。Long。我操！真的假的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是三遍吗？是十三遍吗？不是吧？哇塞！啊 ，yes， 我选对了，干好强！就叫你不要让我上上下下的。哎、欸，我们下一把吧。好强哦！干真的好强哦！输、yeah! 了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听什么？九饼啊，九饼啊！啊 ，yes！ 哇，我数一下，他摸这个，哦。干，我们再也不用上上下下了，上去了，博弈上去了，我要发牌，直接配牌了，配牌，小妹，怎么还是你？干，好强哦，真的好强哦，喂。